了达到什么目的，不惜一切，哪怕很高很高，他就要一个动作要跳过去。哇，有啊，这个有啊，这个有啊。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又是那个人。好好好，这个没有说过。第二个就是这个，刚刚猜过的。大脚大脚好，没意思。陈叔啊，一个农民，我们有一个故事，一个农民为了等待什么，然后坐在那儿，守着待候。再见。第二个。我们时间到此结束，时间到此结束。那好像这个结果很明显，是不是？那我们公布一下，陈书记他们这一组说对了几个？六个。那我们的项目书记呢？七个。险胜，其实险胜，其实我们都差不多，因为答的就是他们以前答过的。这个可能我们准备的有点少了哈，这个好像没让大家玩尽兴，是不是？没让大家玩尽兴的话，我们还一会儿还会有互动节目，大家不要着急哈。好，哎，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好，我想问一下，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吗？大家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吗？大家知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屏幕上有没有你们的号码哟？因为我们的抽奖环节就要到了。好，那有请我们的刘旭老师为我们抽出本场晚会的五位幸运嘉宾。刘旭老师，有请刘旭老师。您喊开始，我们的大屏幕开始滚动；您喊结束，我们的大屏幕停止滚动。出现的五位幸运观众就是你哦，我们大家。起来，拭目以待，准备一下。老师，您可以随时开始。好，您。这是哪一位？好，孙天天。第二位。请。请上台，请上台。第四位，请赵文同学，请赵文同学上台。赵文同学在哪里？第五位，好，停。赵文同学，请上来。好，请刚刚。同学说一句吉祥话怎么样？好不好？那我们从哪一位开始？我们找从赵文开始吧哈。盛装出席的，你看。吉祥话是吧？哎，先打两下吧哈，先打两下。但是不要把一会儿的节目露出来哈，露出来就没意思了。好。
那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啊，马年行大运啊，谢谢大家。新味十足。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男生越来越帅，女生越来越美。是不是？啊，下一位啊！新年来临之际，我祝老师和同学们大家新年快乐，一马当先，然后马到成功，谢谢。好，下一位。大家好，我叫洪翔。那个，祝各位老师新年快乐，马上有钱，祝各位同学马上有对象。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发大财，谢谢。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的五位幸运观众发他们的纪念品。喜之郎果冻，希望大家找一找童年的味道哈。好，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谢谢，接着下台。尽兴的老师和同学们也不要心急，精彩的节目过后更有趣的互动活动互动节目等着你哦。好，接下来让这首富有音乐感的抒情诗带我们走进艾伦坡的爱情故事，请大家欣赏英文诗朗诵 Annabelle Lee。And this was the reason that long ago, in this kingdom by the sea, a wind blew out of the cloud, chilling my beautiful Annabelle Lee, so that her high-born kinsman came and bore her away from me, to shut her up in a sepulchre in this kingdom by the sea.The angels, not half so happy in heaven, when envying her and me. Yes, that was the reason, as all men know, in this kingdom by the sea, that wind came out of cloud by night, chilled and killed my beautiful Annabelle Lee. But our love, it was stronger by far than the love of those who were older than we.Of many far wiser than we. And neither the angels in heaven above, nor the demons down under the sea, can ever deceive my soul from the soul of beautiful Annabelle Lee. For the moon never beams without bringing me dreams of the beautiful Annabelle Lee. And the stars never rise the eyes of the bright eyes.Of beautiful Annabelle Lee. And so, all the night tide, I lie down by the side of my darling, my life, and my bride, in her sepulchre. There, by the sea. In her tomb. By the sounding sea.Thank you.
哎，少博，该你报幕了，怎么不说话呀？我在想，我怎么才能俘获诗中美丽女子的芳心呢？哦，这个呀，这个简单。接下来让你看看，来到我们西大外院的宁采臣是如何迷倒小倩的。下面请欣赏2012级文学班带来的《小倩要读研》。好，大家掌声欢迎。产科，哎呀，这是啊，爷们儿，产科，哎呀，你别跑了，我跟你说。
想当年整个美背都是我的山头，真的啊，老了我想喝谁的血就喝，想吃谁的肉就吃，太好了。后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被西南大学给占去了。哎，小子们还没啥面容啥容，赶紧的练一练秀一秀，咱们倒是把山头给夺回来。怎么样？
想你和我一样忘却喧闹，等我想起飞到乡下的时候和你，就像南湖桥下清澈的水。等我想起我也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像一句带过心里去的重复。等我想起我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只给我一直拦着，所以那些可能不是真的。我想起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同学，爱上一匹野马，我的家里没有草原，才让我感到绝望。我想起让我感到绝望，我想起come true. Nothing that
断结局，把激情赔到证明，为什么不冲动都搞得定，点亮你也许也许说不那一定的分离，时而攻击外貌失了决心，但他身是速度地想要学习一样风景，要给我惊喜，我的你是不是 You got to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本领， You got to know 是放弃，小姐们我用一道不必要不需的证据，别口味再去啊，不是被迫人而埋藏总不必是霸道无义，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信不信啊，信不信啊，怀疑你自己的本领， You got no 不是关系，